那么我们今天要做的就是有奶粥，把这个米呢煮熟。下面有个很重要的步骤呢，就是倒入我们的特仑苏的纯牛奶啦，放进去。这个时候你可以把那个枸杞和葡萄干加下去了。好了，已经完成了，就是这么简单。看看，帅帅的何炅。这是我的小小世界。